啊，见人不失一点笑容，这不费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把个面孔板着看人，让人家觉得你很难看？啊，《大乘经》里的佛常说：“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”你为什么不叫众生欢喜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学学弥勒菩萨呢？啊，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给多少人结了法缘？结善缘，结法缘。啊，就在跟大众接触的时候啊，随着笑面不要吝啬，要多布施啊，啊，称赞有标准，一定是善的，不善的不赞叹，也不回报。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就被染污了；不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是清净的。啊，特别是念佛人，我常说呀，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没有东西，干干净净。啊，心里头有佛，口常念佛，没有不生净土的。啊，我们想求生净土，不能把阿弥陀佛忘掉，念念不忘，时时刻刻都不忘。看到一切众生都欢喜。为什么会欢喜？哎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可能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不就欢喜了吗？啊，极乐世界是众鸟说法，《弥陀经》上讲的很清楚啊，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不是真的出生。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境界移到我们眼前，我们眼前所见花草树木啊，一切这些动物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乃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人物啊，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你就满腔的欢喜啊！啊，我们真的生活在欢喜的世界啊！欢喜心是最好的养分，真正健康长寿啊！聪明正直。这一份，这就高级的营养品不在外头，人人都有，就是你会不会用。会用的人有福了。